可以边下边那个。我的直播应该蛮卡，因为我下载速度太变态了，太逆天。逆天，开卡了吗？我转给谁啊？转给我，你转给我，我直接转给刘哥了已经。OK， 你转给刘哥三百三博是吧 ？OK， 对对对。嗯，卡很卡还是一般卡？是巨他妈卡还是一般卡？我看一下。好娘好娘，我怎么样限制它的下载速度？要去设置里面，右上角设置里面。左上角吧，设置下载啊。Far away， 限制宽带为多少 KBS？ 多少 KB？ 1024KB 是一兆对吧？那就10240十兆每秒吧。OK， 开始，现在应该就不卡了。咋说难得杀是吧？那我摇人喽，刘哥。好，摇吧。All right， 那去我那边 Y 吧。YY 叉你怎么说 ？YY 叉你能开摄像头吗？要不要来？可以啊。那 OK， 我发个 YY 频道，你去我那边喽。我还有2000的箱子。你游戏有吧 ？Among Us 有吧？十兆每秒就不卡了吧？你百度下载个腾讯会议电脑版本的。十兆每秒就不卡了对吧？我刚刚下载最快速度是70兆每秒，所以就会很卡。意识到是把所有的网都用到下载上了。腾讯会议电脑版本，那我再开太高一点吧，好吧。那就20480。暂停，恢复。哎，这个应该有。What's my name？ 20480，20兆每秒应该也不卡，再高就应该就会卡了。没事，这个速度也是几分钟就下完。我操！怎么了？要用微信登录吗？腾讯会议。微信。OK。来说话来。我听了歪歪里面有声音，然后我去直播间看了一下，牛批。说实话啊，刘哥啊，那天你让我，你还不跑？给。那句话是最起码能戳到我点的，你知道吧？嘿。直接打破了我对就是屁这个东西的常识，你知道吗？哎，刘哥，来我那个 Y 吧，我喊他们去我那个 Y 了。可以。把那个腾讯会议的那个发一下。听那个故事，为什么他会打破我？把腾讯会议的那个发一下。All right, hold on. 不是，快看王指导，我们看机关看不了。你别搁那说什么有的没的，好吧？请注意你的素质。看不了。问题很大，这个妹妹现在。快点，太大了。等一会儿一发一下，等一会儿一发一下。记得黑屏，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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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发呀，你倒是你妈的！搞快呀！
我干你的。I'm sorry, I'm sorry, bro. 不能再搞了哦，了解了解，我去换件衣服吧。啊，小心你发一下，我黑屏了，你发一下，我刚才把屏清掉了。OK OK。我腾讯会议卡住了呀，操作不了，啥意思？马丁在吗？今天他换地方了，那个地方不关他了，换地方了。OK。我问一下他有没有角度那个，好吧 ？OK。哎，还有坑吗？还有坑吗？还有坑吗？人满了吗？还没，你还有两个。刘哥要关一下那个会议麦。我操，好。那你们去叫谁去叫一下那个白菜？谁去叫一下白菜？他上次说要来，没满的话就可以。那我腾讯会议怎么最小化不了？PDD 放点屁怎么了呀 ？PDD 三个字不就叫屁多多吗？你们在讲什么呀？Motherfucking my name， 啊，他都没开播，那算了，他没开播那就算了。你老婆呢，陈仔？房开了吗，小杰？不是你啥意思吗？你要我喊他我就喊呀，啊，别搞呀！你老婆呢？不要有这种什么你老婆这种词用出来，很离谱。渣男，这转过头就不认了。他又不开摄像头，把他喊来吗？行啊。明明只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却一定要把他弄到一个尴尬的翻脸不认人，属实有点尴尬呀。说实话，明明很普通的关系，非要弄得很僵硬。急了，急了。搞不懂。真的很粗鲁。结巴出了，白菜不在呀。哎，小鱼记得黑屏，然后记得挡一下房间号和那个会议号啊，不然会有人冲的。好的，加入会议是吗？哎，房间号发一下，房间号。是的，是的，在上，兄弟 ，wait a minute。我不知道洛在没看看直播间， okay。 哎。明明只是很普通的朋友关系，普通朋友点陈星仔。红红，以后你别叫我什么老公什么的啊，普通朋友啊。好的，那我在外面我肯定懂事啊。OK。不管怎么说，我身为女的，我必须懂事。OK。为了事业，为了将来。OK。啊，究极折磨之 VIP 喷位，原来就是这样子的吧。折磨之魔之魔穿肠之折磨王，日你妈呗。兄弟们重新塞了，这房间已经被攻破了，日你妈呗。好，我黑屏。
已经有很多那种搞心态的 ID 进来了，很痛苦。什么 ID 长长久久，很痛苦啊！长长久久还是不要隐瞒。嗯。哇，顶上去了，那个在下面。不是我的 Steam 怎么这么机关卡呀？再发一下房间号吧，我把屏给清了。哦、okay, 黑屏啊、okay, 黑屏啊、okay. 黑屏啊黑屏啊！是因为我把游戏都装在 C 盘里，现在系统崩坏了吗？很痛苦，兄弟们。哎，白菜来了吗？怎么说？叫一下，跟白菜说一下，我把 YY 发给他。哎，我们是开新手套还是老手套？狂牙大行动吗？是开？怎么说？有人懂吗？我们是开什么呀，星仔？你不是要开那个命悬一线吗？啊，不是，我们不是开那个手套吗？那就是手套箱啊，狂牙武器箱，就是狂牙吗？新手套是狂牙，对，新手套是狂牙，啊、老手套的话是命悬或者手套箱。我们就开新的还是开老的？我都是开手旧的那个，我都是开旧的，但是新箱子会比较贵一点点。OK， 那开新的吧，开新的，开新的。当猪仔，很痛苦。不是、啊，那我们兄弟怎么结账呢？一会儿万一出了你妈一个极品装备，我钱一转过去，然后拉黑了。不会的呀。哎，我们等会这个样子，我们不要什么均匀入股，你知道吧？就比如说，接下来这一批三十个，然后谁来预定？谁来预定？谁来预定？就这三十个里出的就是那个预定的人的，懂了吧？可以，这可以。行。分好批次嘛，按金额分好批次，一批一批开嘛。对。他们说开老的贵吗？用户不是你吗？会议用户是你吗 ？YY 叉叉叉 YYY 叉 YY 哎，他歪了呢，我来了。对，这个就是他，这个他去上厕所。这个、不是小马丁呢？小马丁呢？小马丁他来不了了。OK， 那我的切割瓦，我的切割瓦就算了吧，就切割瓦。Hello， 收掉了。怎么说？来，你没发现，进房间。OK， 没记住。大 K 今天不是很大呀？大 K 今天保守一点嘛。他已经暗示你了，你懂我意思吗？灰马已经站起来了。灰马，这个吧，黑屏。YY 叉，那我们看一下你长啥样好吗 ？YY 叉 ，YY 叉还可以的。来 ，YY 叉看一眼 ，YY 叉是哪里的富二代来着 ？YY 叉 ，YY 叉看一眼 ，YY 叉 ，YY 叉。YY 叉来说话来，不是我不是我是 YY 叉害羞了吗 ？YY 叉来说话来 ，YY 叉来，你要把 OBS 的关了，然后用会议的开会议的。哎 ，YY 叉哪里人来着？忘了，我是吉林长春的。对，长春富二代。哎，白菜，之前跟小矮子。等一下，我把 YY 放给你，白菜。两个搞。OK。为什么长春富二代开不开啊？哎，把那个轰子你叫一下他，我一台电脑 OK 两台电脑。哎，白菜，你微信滴滴我一下，白菜。把 OBS 的摄像头删掉。要找不到你微信，我裂开来。哦 ，OBS 摄像头删掉 ，OK。删掉，然后这边你再重新进一下，你看要不要重新进一下 ？OK。Hello motherfucker, what's my name？ 对，我这个背景好像被斩首了，被赵云斩首了，换一个。我把你微信删了，绝对不可能，必不可能，真的吗？34811肯定不是我删的，绝对是有些刁人在他妈的查我手机的时候，把任何红色性别的都删掉了，有些宅种。
小鱼，你挂张图片，把那个狼人杀那个下面那个马挡一下。好的。马丁一直与我们同在。我直接黑屏就可以了。Respect。放他进底。你看你现在可以了吗？摄像头可以打开了吗？来鱼。好，我看可以打开了 ，OK 了，好了。可以。好的。哇，剑好帅呀、哦！长春富二代，我操，来了，长春富二代他了。他现在很他妈羞涩，你知道吗？他现在三一级羞涩，他很痛苦，他很痛苦，他所有人都在看他，不太羞，每个人都在看他，每一个人都在看他，所有人都在看他。我现在专注的 watch 他，对他羞涩的开始抿嘴唇了，哦，很难受。那现在，那我们满了呀，我们十个呀。等一下，哎，我操他妈六 cm 怎么进来了？是你妈呗？哦，我的猪头把他挡住了是吧 ？OK。哎，谁把那个弄错了吗？这个人是谁啊？完了，谁的马暴露了？我是黑屏的。进来了一个马周龙，没有啊？不是我，我挡着了。哦，点点点点点是吧？是不是这个？哎，弱弱呢？弱弱怎么看不见呀？哎，这个点点点出不是？弱弱没有摄像头。哎呀，很痛苦。谁的暴露了？完了，乱进。完了，乱进。那我们谁的暴露了？我先锁一下。我先锁一下，一会儿那个白菜来了，我们就那个。弹幕说歪歪叉叉 auto， 我裂开了。auto 叫什么 ？auto，auto，ott 啊 ，auto。说实话，有那么一丢丢。哎，刚刚有点尴尬，就给你送了。鱼，你啥时候把头发染回去了？早就染回去了，我头发都长的不行了，长春疫情都不让出门。电棍出溜杯，等一下啊，来拉一下，请你再拉一下白菜，拉一下他来了，好了，好的，我拉上来了，你游戏下了吗？你好，白菜妹妹，你好，我添加个图片，歪歪能说话吗？白菜妹妹 ，Hello， 你那个游戏有下吗？有，但是我没有那个汉化包。那个很简单，那个很简单。那个哪里搞啊？那个你一定要的话，我穿。那个其实 doesn't important， 不是特别重要。那怎么说？那你要不，如果玩过的话，就可以其实不用的。弱弱他们弱哎，弱弱他们说你有摄像头的弱弱。那是最好还没有，他骗你。真的假的？行，我设置调一下，我加你个好友。真的，这不叫星星老公买一个。谁？别搞！你加一下我 YY， 我那个是紫色的。哦，我知道了，全新仔。我加了。Number one， 坏了，加错人了，裂开，是你骂我。我发给你，你那个哦。好。OK， 我还公屏这个，哎，不，传错了，这个。然后你放到那个目录里面去，完了之后你趁这个时间段你去下个那个会议，腾讯会议，百度一下子。好。我头都没洗，妆都没化。什么土都没洗是什么东西？头都没洗。啊，头都没洗是吧？我今天土都没洗的，我裂开，我在想土都为啥要洗？我的上一次朴老师的车真的太不容易了。Old. 他说拷贝到目录后，什么意思啊？哦，我知道了。没过分了。窗口捕捉。哎，怎么加那个图片呀 ？OBS。你桌面直接丢进去就完事了。哦哦哦。
拉进去，最简单。哦，好的。来把 PDD 这么丑都敢开视频的那个弹幕封了，直接进他360。有被冒犯到，说实话。不是你们他妈不去聊年糕，在这聊我什么情况？年糕，把收敛关了，年糕。年糕，把收敛关了。年糕，你敢把？不能关的。说实话，来，敢把美颜关了吗？年糕。啊！我操！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现在触及我内心的底线，你知道吗？来，把美颜关了，年糕，来说话来。会议码是那个不会码那个游戏。不是你不要掉线的，掉线的，好吧？不要触及我的底线，你知道吧？不能太过分。Sodom Mask。Sodom Mask。黑屏重新进房间啊！黑屏重新进房间啊，兄弟们。Sodom Mask。求得求得妈的我可能还要再弄一会儿，要很久吗？如果很久的话我们可以先开一把，反正你弄完的话我们也差不多，如果说很快的话我们就等你。对，你们先开一把。你有什么那个不会调的，你就歪歪直接说就好，好吧？那我们就先锤一把喽。嗯，我去。还有两个人没进哦。Hello。完了，我感觉今天弱弱、陈星仔加年糕这三个人会盯着我杀。只要我死了，你们重点观察这三个逼，必抽杀。不是啊，我没事啊，没事，我在家。必抽杀。我为什么要盯着你杀呀？因为我为什么盯着你杀呀？因为我口嗨你。因为我说你丑，好，那确实不是讲道理，人身攻击。我必被宰，没事，今天我必被宰。会悄无声息的，刘哥，放心，你带我不会痛的。今天带我去这，我已经习惯了，我已经那个免疫了，你知道吧？我没带你，今天带你去这，往常没有。好好好好，确实。往常我带了你什么？来说话，来说，来说话来。没有，不可能有。晚上我带了你什么？六厘米，安妮，万岛 JW 万豪酒店。呜呼！你的节奏，别忘了，别忘了，太多了呀，太多了，太多了。别说了，哥，好多直播间，哥。OK。唱，算了。算了，保护。真的，我们真兄弟，下次偷偷说就行了，不要，太多直播间了。我们还有两个人没进哦，刘哥重新塞房了，刘哥。偶尔。我黑一下屏，进一下房。Kiki 没进，进。暴击。Fuck that shit, bro。这个是30秒一刀吗？两狼。我调一下。算了，我就一直黑着屏吧。啊？我不会加图片。加什么图片？就不用加图片。背景图吗？不用加图片，就素人露出就行了。我也素人，好吧？啊，不是，我说的是那个 OBS 那个。哦，那没事没事，那就先不加了，不用加了。那没事嘛，你那个腾讯会议开一下就行了。好的，立麦咯。我感觉我已经死了。找个人保护我，好吧？这小粉走位看上去像是好人。哎，修这个去了，应该是个好人，他保护我。完了，小粉不保护我，我他妈很危险。小黄保护我，好吧。
说实话好吧，说实话不知道是谁杀的，发现的是 YY 叉的尸体，年糕是后面死的。我在看心电图的时候我发现尸体，然后我一路走到了右上角，这时候轰轰上来的。轰轰你得解释一下好吧，因为你这个我不知道你这个位置是哪里地方出来的，有可能我只是猜测怀疑，有可能你杀完人然后往下走，这个心电图想要我保你，我保不了你好吧，但是我感觉你赶回来这个操作动作我感觉就像是好的。尸体在右上角实验室里面啊，左边看到了若若，然后往下走看到了谭一峰，他们两个应该可以认我这个操作的往左边走这个东西嘛，然后我完了之后我往下面走，我们两个都我的视角里面谭一峰跟若若应该都不像是个狼，因为他们是狼我应该要死了嘛。然后我往下面走之后，我去了心电图室，去了心电图室之后呢，发现了尸体，就是跳杀了。跳杀完之后，我就去右上角，啊，就不是说瞬间跳杀，就是我应该是死了有一会了，好吧，过了，就这么多信息。开局弹射起步，那个心跳室，然后看了眼地图，看了眼那个心跳没死人，然后往左边走，左下角碰到小新之后，我就，往回走了，好吧，然后我看到那边是有人的，然后我就往右边走了，然后去到那个叫什么，往武器库方向走，然后结果就拍了，好吧，过。这里是琳达，我去直接奔右上角去的，去之前看到小新了，小新好像是往左边走的，然后进去跟朴老师一起做了一下任务，然后我有点害怕，我又先跑了，然后去心电图室呢，我看到年糕了。但是我心电图没任务，跟他打了个照面，我就往左下角，就是武器库的边上最下面做了一个迷宫的任务。然后呢，我的右上角又有任务了，我就又往右上角走，然后还没走到呢就被拍了。我的视角就碰到这几个，其他的没信息了，过了。能保帮黑跟弱弱啊，我们三个人全程在左下角啊，全程在左下角，就是开局我现在家里做的那个。走航线的任务，走完航线之后去往左边走，走往左边走的时候，肉肉跟帮 P 就在左边，好吧，然后我们就三个人一起上了左下角做任务，然后你们就拍了，所以可以保帮 P 跟肉肉，好吧，双刀他们两个没时间过了。哦，我这里发言很关键啊、哦，首先对话小心啊，我是在那个位置连的电线，就是连走那个迷宫道，然后才从那个位置进来的，然后我要说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啊，我操，掉了一个。没事啊，我的信息很关键啊，琳达撒谎了，因为我是第一个弹射起步去南部连了电线，然后我进的心电图室那时候还没有死人，并且我可以保证小新绝对是个好人，因为我看的心电图是 YY 叉先没了，然后我跟小新出去的，然后我是从那个南部然后直接往上走，没有进心电，就心电图室看完心电图是跟小新去看的心电图，然后我是从上面走到那个走迷宫的那个位置，然后我从上面下来的时候看到小新，看到有人，我看他动作就是像去找鸡腿的，然后我也看了心电图是 YY 叉先没了，然后我就跟他去找鸡腿了，好吧，我的信息就这么多，但是琳达是绝对撒谎了，好吧，他的路线跟我重叠了，过了。大若若，我这把是一个保安，监控室我是看了的，然后当时我看到的是什么，是 YY 叉叉在那个右上角的门口搞那个小天线的任务，这个时候琳达走了出来，但是琳达是往心电图是那个方向走，然后那个YY 叉是往左边走，所以他们俩就不在一个路线上了，然后我也没有看他们回头，紧接着我就看到了朴老师和 Kiki 他们俩过来了，他们俩肯定构不成双狼，因为如果他们是双狼的话他们是可以把我宰了的，而且没有必要两个人都在那装做任务，所以我是能认他们俩的，但是 Linda 的话是没有杀这个 YY 叉的嫌疑，就而且他前期是在右上角，如果他说他跟朴老师隔一块的话，那应该也没有杀人嫌疑，后期他又去的是心电图室，我信朴老师的归票，好吧， OK 过。我其实跟肉肉思路挺近的啊，因为这个前面那个 Linda 确实跟我在右边，他也没有当我，然后呢他的路径在我的眼里是正确的，因为他做了个火箭的任务之后往里走，他就往外面去了，然后完美去往左边追，没追到他，那他大概率就是去心电图室了。他讲的路径在我这里是吻合的。然后呢，若若刚刚讲的，包括 Kiki 中间我们碰到这往左边走，他说的路线也是一致的。那狼是谁？那我这里的狼坑是谁？本来我这里的狼坑是小心轰轰加若若，
哎，我说实话，我这票真的是不好归啊，因为我信息比较少。韩一峰这把又是掉线了。说实话，我这里的票的话，我这把我能认的话，我可能能认的只有 Linda， 只有 Linda 吧。领导我也不好认，哎，就是你们看吧，你们看吧，我觉得轰轰跟 Kiki 里面出一个吧，好吧，轰轰 Kiki 里面你们看着投吧，好吧，过了。来了，结束。为什么呀，轰轰？我队友掉线了，因为我看热成像右上角只有你一个人。你不出下吧，我要出你的呀！你撒谎的呀！你哪从哪不上来？你拿不上来，我那边过来得看得到你呀！怎么说我撒谎呀？我没位置爆了，因为我想着让你保我一下，啊、但你没保我，我就没刀你。我当时我没法保你，你知道吧？我跟个小萌新一样的，那块做任务就过来一下就给我刀了。你不开加速器会掉线。怎么就赢了？还有一个嘞。狼掉了，狼掉了，掉了，狼掉了，掉了，掉了，掉了。加速器得开啊。哦，得开加速器是吗？对，这个我是直接搜你们那个房间号是吗？我好了。对，我闭眼玩家怎么知道一定是？不那个游戏的嘛，然后你只是我的蓝坑里面只能看这两队，然后我开个加速器压服的红红队呀。完了之后你交替会跟我说一下，我把这个开了，我那个林达的进来我就把这个可以保。我都没开播呢。这个你发的这个就是游戏的那个账号密码是吗？这个是腾讯会议的。哦，腾讯会议。哦。Hello motherfucker, what's my name? What's my name? 你是出现就像海豹突击队，突击队。唐一峰怎么不开摄像头？唐一峰，来说话来。他在戴机关头，唐一峰戴着帽子，戴着口罩，偶像包袱四个字。唐一峰给大家看一下你好吗？偶像包袱唐一峰，快疯。嗯，掉线了吗？喂。Kiki 是播什么的呀？我是 CSGO 的。妈，游戏崩了。CSGO， Linda 呢？ Linda 是播什么的呀？他说，他显示我是 PUBG。哦，啊，你是四川人吗？我那个。我是长沙的。哦，对，差不多。但是我住在重庆。现在开心了，下个可能带点头。OK。嗯，海风这机关头戴上了。鸡头 ，OK， 过的。他这个摄像头不能，就是说，白菜也羞涩了呀，羞涩了呀。那里面可以调镜像。怎么能开？是，羞涩了，白菜羞涩了。就是点视频有那个视频镜像效果。使用电要点击使用电脑音频吗？不用呀。用 YY 说话就行了。电脑会腾讯会就是只是开摄像头而已的，对。哦 ，OK， 等一下。哦，我知道了。然后游戏静一下，游戏静一下，开锤。太害羞了，这也。不是游戏，我要怎么进啊？啊？就正常进啊。它这里显示什么在线什么乱七八糟的。右边那个，右边点右边那个，然后上面你的名字，下面代码，代码的话是这个。再发一遍给你。哦。这怎么把镜像？唐一峰，你怎么设置里面更多设置视频里面可以关镜像开镜像？来说话来。来说话来。
唐一峰啊，说实话，偶像包袱呀，有一点，不是口，不是口罩就是鸡头。在开鸡头是什么东西、啊？不，唐一峰在开摄像头前，把一切能挡住自己容貌的东西全部遮住了。我大概了解他的心路历程了。这个发的这个就是进游戏的码是吗？啊，对。给你们赞一下，给你们赞一下。别骂了，别骂了，别骂了，给你们赞一下。我得先站一下，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我要怎么搜索呢？啊？你不是玩过吗？我没玩过啊。可以，没玩过是吧？说实话，我想想看，你上面输 ID， 这个是谁啊？就他点击在线。右边的点右边个在线，完了之后上面的那个空白写你的 ID， 下面输你的代码，代码我已经发外公屏了。哦，我知道了，谢谢烤乳猪的办卡，谢谢烤乳猪。代码不可以用中文是吗？啊？代码可以用中文？不是名字可以用中文吗？不可以，换拼音，换拼音，因为有很多人是英文版本的。哦。这下是三狼吧？两狼。这个游戏快出新的地图了，很鸡巴期待。这图有点，说实话玩多了，已经知道大家的玩法了。我应该进去了。怎么说？狼人杀，狼人杀女神大评选，这 Linda 白菜和 Kiki， 你们三选一，选哪个？选白菜。很简单呀，四个狼的。你肯定简单呀，你上来就一个票。你肯定简单啊！哎，是你妈闭麦！完了，你们全是一堆英文。就是英文，就是英文，都是拼音。你玩过的话，你应该知道怎么玩，反正就不教你了，好吧？你有不懂的就说。白菜富婆，我选白菜。有人没关麦，听到了阵阵动动的声音。马上遇难，强行斩！你没开加速器哦，得开加速器的。哦，我掉了，完了。来，歪歪叉说话来。蓝色发言，蓝色，是在上下左最下面的左边的那个地方做连线任务，然后，这个看到了紫色的尸体，紫色你怎么死三个人啊？然后紫色的尸体在，麦博士的左边，因为是死三个人，所以我肯定不是一匹狼，然后我肯定是铁好人。过了，麦博士的左边尸体是吗？如果说前面没死人的话，那我肯定是铁好的，因为我是去修灯啊，就是我去修灯，然后修完灯之后，我往左边那个监控室走，我想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尸体，因为 Kiki 是往那个方向走，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没发现尸体，那很简单，我跟 Kiki 应该是好的，就这一轮啊。YYX 他又是修的这个灯啊，不抱的这个井，那我们三个能够认这个身份的情况下，轰轰年糕 Linda 洛洛四出二吧，好吧，四出二啊，因为我们两个是在修灯，那 YYX 就是抱的这个井，就这么简单，地盘吧，过了。我现在掉了还能加进去吗？问一下。掉就啊，等下把了。哦，等一下，我开个加速器。到年糕发言啊，我跟你们说一下。事出有因，我们现在有猫眼三姐妹啊，分别由我、红红还有这个小琳达组成。猫眼三姐妹在新电图室看到跳了两个击杀，然后抱团往左边寻找鸡腿啊，在我刚刚走到左下角门口的时候，然后这个YYX 报的警，好吧，
然后 YYX 说的这个路径我就有点奇怪，他说他是在左下角做任务然后看到的鸡腿，然后我轰轰和我们刚刚进左下角，轰轰走在我和琳达前面，但是他还没有拍，然后他又说那个鸡腿在麦博士左边， YYX 又说鸡腿在麦博士左边到底在哪里，就是我有点晕，好吧，但是我肯定能认的是琳达我还有轰轰我们猫眼三姐妹就是一起看到跳的那个红线嘛，那肯定是三个好兄弟过了。就我开局是在家里刷家里插钥匙，那时候都还在，然后就直接往右边去了。右边去的话有邦皮一群人，邦皮还有小新还有巴拉巴拉一群人，然后后面登梯了。我跟小拼前后屁股一起去的旧灯，去完灯之后我去看监控室看有没有尸体，看了没尸体之后我就往下走了，往下走就拍尸体了。小新应该是没有时间的，因为基本上灯黑跟灯黑前跟灯黑后我基本上跟小金两个人前脚后脚的，他应该是没有时间的，好吧，能保小金一手过了。红仔，那很简单了，我在想很简单了，排除法来说很简单，你跟小金对吧，那年糕其实琳达，我是因为年糕，你想啊，琳达说就 YYX 说鸡腿在心电图左边，我们俩我忘记了我们三个是一起走出去的还是就我们两个去找鸡腿了，因为我记得的话就我们两个去找鸡腿了，如果鸡腿在麦博士的话那边的话只有琳达是在我们后面出来的，他在我们后面出来刀了个人被 YYX 拍到了嘛，对吧，那但是跳两个头的时候琳达好像就在旁边，那我这里的双狼的话就只有，如果排除琳达的话，双狼只有若若和 YYX， 要么就是 Kiki 和小新，因为他们两个能保，而且他们去过右边看到过刘哥，就只有这个双狼逻辑了。然后我觉得若若聊得不好的话，可以先出若若，聊得好的话，我归票的话可能会归给 Kiki， 好吧，我实在不知道出谁了，要不出小新也行，反正就。我真不知道出谁，听一下琳达和若若的发言吧，你们自己后面的看着投吧，也别听归票了，够了。啊，这里是琳达，我只刚开始我做了个插钥匙的任务，那个家里面一堆人，然后呢我就往右边走，这个时候呢是有四个人的 ，Kiki、小新还有我还有朴老师，但是朴老师没了呀，然后 Kiki 和小新活着呀，因为我做完任务就直接溜了呀。然后我直接去心电图室啦，我心电图室是跟年糕还有轰轰一起看的，所以呢我是没有那个作案时间的，因为是双刀吗，我搞不太清楚，因为我是先去的右上角，然后直接去心电图室，然后呢我是跟年糕一起走的，当时中间灯黑了一段时间，然后灯莫名其妙就好了，然后就被拍尸体了。我觉得 Kiki 跟小新的可能性比较大吧，因为他们两个一直是抱团的，然后其他人我好像也没有听到谁，是我没做笔记吗，我好像不太记得有没有谁提到过他，但我这里的话 Kiki 和小新是狼坑吧，如果的发言等会儿再听吧，投票我也不知道投谁，反正年糕轰轰在我这是好人过了。我开局插完钥匙以后是往左边走的，然后往左边走，当时左边是没有人的，我一个人在左边，就是一整条街一整条街在我的视野里面是一个人都没有的，然后从左边就是一个人都没有就知道大部分人都是在右边或者中间，而且时间过去比较久，我估计那边已经死人了，然后就躲在了左下角的那个出口，有一个大导弹，我躲在那个里面，然后一直到拍案警前我就看到三个人从右边往这边准备进入左下角，然后你们那个三个抱团的应该能认我这个说法，然后其次就是琳达刚刚说小新和 Kiki 站狼坑，说他们俩是抱团，我有点忘了小新刚刚是怎么说的，但我反正我听小新发言的时候我没有听出来他跟 Kiki 是抱团的，而且 Kiki 他也只是说小新没有机会杀他，然后呢能认小新这个好，然后自己的行程他也不怎么聊，他就光说什么黑灯的时候旁边有小新，小新没有杀他，但是
这一局挺久的了，自己的路程没有聊的那么清晰的，而且小新没有完全认下他的话，我不是的，所以只能从小新和 KK 里面出，但我不认为他们是双的。然后你们看看投，我反正投的是 KK， 因为我不记得前面的发言。KK， 我觉得发言有误，过。哥，哎，游戏结束，我队友掉了，没辙，兄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坏女人直接把我掰开。Battle fucking woman！ 谁叫你？我呀，我是。为什么投输了呀？谁我都不知道。刀人还带闪现呢。你妈棒皮这么可爱呀，刀棒皮。可以，洛洛这把吸了一把，好吧，牛逼。刀人没进哦。真他妈酸臭。Who's please？ 因为 Kiki， 因为 Kiki 根本就不聊自己，他显示已经满了，对，他就光说小心。哎呀，酸臭呀，酸臭呀，酸臭！我跟他一起去修灯的。哇，谁在这？这怎么这么酸臭呀？哎，保护呀，在保护啊，刘哥。呀，酸臭，酸臭，哎呀，真的酸臭。我踢人的，你进进进进进，白菜妹妹进进进。没事，刘哥。我们只能取暖了。你他妈今天晚上你跟我取什么暖呀？没妹妹来取暖的。白菜妹妹进噻。好，我进了，我进了，我进了。你加速器开了吧？别又掉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Oh my， 这次不会掉了。这把必不可能被刀，妈的，这坏女人又想引我过去，我这上去。想刀我必不可能，我直接修灯。轰轰 M 帮 P， 这把他们应该被逮了。来说话来，白菜妹妹来说话来，什么意思？面刀？不是我。不是我，你不能对话，来，你不能对话，你不能对话，你不能对话。没有，我说这个只是一个激将法，你知道吧？来，你这把怎么说？面刀右上角，你以为我灯黑了，他妈的就不会就回头吗？我操，我在妈在修灯的路上，完了之后我就回头进去右上角看了一眼，我打发，白菜们手起刀落啊！来，请开始的表演，好吧？右上角过了。不是现在我说话吗？没有到刘哥，我下面刘哥，半皮说话，半皮这把没什么信息，修了个灯，能保的人只有轰轰仔过。我能保一个紫色唐一峰吧，因为唐一峰当时是在看心跳的，然后我在往心跳图示走的时候，他正好出去，然后我看了一眼，当时只死了一个琳达，只死了一个琳达，然后我是从我是开局就在那个心跳图示右边门口做任务。然后做了两个任务之后进去就看到唐一峰，当时停电了，他紫色的小脚往右边走，然后只死了一个人的情况下，我准备出去找鸡腿，就是我点开那个心电图的一秒钟都不到，然后小新报的警，然后死了第二个 Kiki 仔，好吧，就是也就是说白菜妹妹面刀刀的是 Kiki 仔，按照小新的说法，好吧，但我要听一下白菜的发言，过了。我开局是往右上走的，当时后面跟了个小新，然后我跑在最前面，然后到那个我就是走那个地图的时候，就是找星球的时候灯就黑了，黑完灯以后我就不知道小新去哪去了，我就没跟着他了，我就往里面做扫描任务，然后就拍紧了，这就是我的所有的路程，然后小新白菜的局啊，过。你刚刚保了我，我要是狼他就已经死了，在心跳图那里。然后我看心跳图之前看了地图，右上角三个人，然后我先看的地图，然后再去看的心跳，那个死了一个粉色，然后我猜是右上角，因为右上角三个人嘛，双狼砍一个，是吧？然后小新拍的是，黄色的尸体，也就是说这个粉色在不就是右上角还不一定，好吧？不一定。那我先听把 PK 台上人发言吧，啊，就这些过了。再来一块，这个肉好吃。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一轮铁宝、刘哥啊，我们两个在电房里取暖，没什么信息啊，过了。蓝色发言，
蓝色是在做火箭的那个任务，然后我是看到那个红色和紫色一起去修的灯，然后这把如果说小心还打也来一把红色面到了紫色，这把就先出这个红色嘛，然后如果实在不行下把再出黑色就过了。到我发言了是吗？不是，我开局然后下来，然后我看了一眼地图，然后我要去右上角那边有个感叹号，我要去那边做任务，然后就报警了。然后全程就是我记得我和一个紫色擦肩而过，但是当时跟紫色擦肩而过的不光是我呀，还有灰色呀，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的，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然后怎么就到最后就是小心你这是欺负我是新手，然后就直接就上来就摁踩我就把我泼出去是吗？然后就是左边四个人，就除了死掉的那一个，左边四个人除了棒皮没有踩我之外，其他三个人就是集体踩我，加上这个蓝色，我觉得小心年糕弱弱还有 YY 叉这四个人当中出两个吧，应该是我过了，我不是狼啊，我不是啊，太无辜了，我就看了一眼地图，然后就全场踩我，我过了，我不是，希望我的这波真诚发言能打动你们。那投谁呀？不是，我投小心了，因为他先泼的我脏水。哎，为什么？夫妻狼，火狐，我算了十几个，上轮十几个，死两个，出一个，又是双刀，船票打飞小心啊！为什么？这个尸体在石头附近啊，然后我是跟着这个谁？轰轰也没了，我跟着轰轰吧，在右上角还是蓝色，应该是轰轰啊。我跟他在右上角做任务，然后，天黑了，然后那个门是关的，开了一道门，然后他往左边走，然后我往下面走，我擦肩而过一个黑色，然后我往右边找尸体那就拍到了呀。那你这黑色你从哪里来的呀？对不对？你从下面来的呀，而且这是双刀呀，对不对？然后上轮是死俩，然后出一个，这轮又是死俩。那你黑色小心你咋聊呀？那我只能觉得是你了呀，你是从背电视，不是背电视，心跳是方向来的呀，对不对？你从右边从下往上走上来的，然后这个轰轰转眼人也没了是吧？哎，咱别出局了，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稍微有点好吧，就是这个黑色了应该。那我先听你怎么聊吧，反正我现场就看到你一个人好吧，我只看到了你，你是黑灯的时候跟我擦肩而过啊！不要有人跟我聊什么说我这个视野大啊，他从我身体穿过去的啊，过。蓝色发言，蓝色可以保屎色还是黄色？年糕可以保年糕，因为我是在右边做那个点火，我还是去做那个点火箭的任务，然后。我看那个灯黑了，我想去修灯，我看到了年糕，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去修的灯，而上把是小新跟白菜妹妹对跳的，所以说这把就出这个小新，因为是双刀嘛，肯定那个白菜妹妹是被冤枉的，所以这把就出这个小新，好人都出小新过了。我感觉我现在怎么变你们应该都不相信我，很简单的呀，上就第一把我把白菜妹妹踩出，因为她就在右上角，而且我进去看到她是面刀，这是拦出去的你知道吧。这把如果说你们要出我轮次，我觉得我想想看，我肯定是好人，但是我不想认出你们知道吧，我一点都不想认出。台风你为什么要踩我呀？我不可能在你面前就是走过去拿我再刀这个红红你知道吗？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我沾他，你回头再那个报警，那不就是我铁狼吗？
就我看到你们，我就是我往上走，对不对？那个时候呢，我看到你们两个出来，然后呢，我就往下面去找那个，就是要找去那个找那个尸体来着，因为我看到那个上面有跳沙了，你知道吧？然后我没找到。你为什么投这么快啊？我操！我想想看，有没有可能是你他妈自刀自爆呢？哎，我不管了，我投你了，我不管了，我投这唐一峰激光投了，好吧，过了。不是，这把游戏其实巨简单，你和若若双狼呀。若若在右上角先砍了个小琳达，你看到又进来了一个人，你想配合他双刀，但是后面跟了个白菜美眉，你直接拍了个警报，把他张出去了。主要为什么上回合要投给白菜，是因为他那个发言里面聊的是这个紫色，是这个琳达，但琳达已经死很久了，你知道吗？陈展在你面刀的是这个黄色 Kiki 仔，就是颜色没有分清楚，所以我的票是直接挂给这个白菜的。因为最开始有人说了嘛，右上角有三个人，三个人是哪三个嘛？小新、若若，还有一个鸡腿琳达嘛，不就是这样子吗？而且唐一峰票已经投了，而且这一回合YY 叉是在我旁边的 ，YY 叉在我旁边，然后唐一峰是我第一回合认的好人，然后若若上回合的发言已经说了，他跟你在右上角，那右上角又死了两个人，只能是你们两个抱团双刀的呀，是这个逻辑吧？在我的视角是这样子的，好吧，过了。年糕，如果你没有瞎，耳朵没有聋的话，你应该是知道的。白菜临走之前的发言是什么？他说看到的是紫色，紫色的是谁？是唐一峰。如果眼睛但凡没有问题的话，你也是能看出来紫色是唐一峰，这个琳达是粉红色。所以上一码是什么情况？必是这个小新和唐一峰他们俩在右上角门口，应该是这样配合了双刀，或者是白菜跟这个唐一峰配合了双刀，然后白菜想捞一手这个唐一峰，所以不管怎么说，白菜和小新他必是开一狼的，然后这个唐一峰必是铁狼。我自己是一个好人视角，所以我肯定是认自己的呀。然后在我的视角里面，白菜和小新我不确定的情况下，但唐一峰我肯定是能把他打成一个狼的。因为白菜怎么说呢，白菜他临走之前已经说了他的那个什么紫色跟他擦肩而过，那右上角没有别人了呀，我又知道自己是个好人，听我的好吧，这把肯定是要骗唐一，不是，这把肯定是要票唐一峰的。 OK 过。急了，白菜精彩耶，精彩唉，真的可惜，我擦，我他妈乱杀这一波，擦一刀，加油啊，加油呀。好快的刀，这幻女！Good， 好快的刀，这坏女人。Good， 好快的刀呀，坏女人。我搞错颜色了，因为我太紧张了。哇，你今天怎么进步这么多呀？不要念名，不是你们不要念颜色，念名字呀，都是拼音呀，名字。OK。若若为什么今天进步这么多呀？我就看他把鱼头给掰开了，我不吃了，我不扑吃了。不是你们不抱团走肯定死呀，他 CD 短的呀，你们肯定要抱团走的呀。哪俩有？我都没来得及，他那个就是灯就关了。我不想做好人呐，屌你，楼某，领导歪歪叉。麦克风。你死人了吗？说琳达外面上那不就死人了吗？直接找尸体去了呀。白菜妹妹肯定是好的。来跟我来，白菜，我们去找。来陪我看监控。哎，说一下，在那个下面，就是心电图是最下面那个洗澡房里面，
好吧？谁在心电图室直接聊？这小新笑这么开心，你是不是拿啊？你刚刚轰轰搁他干嘛呢？笑笑笑，阿巴阿巴，啊！我说一下，我开局去了右上角，右上角做了三个任务，然后里面是右上角有两个人 ，Kiki 跟 Linda 是在那边看到我的。然后做完右上角的任务，去了心电图室，是这个小新跟轰轰啊这两个人在那边看心电图。然后我就往下走，准备去右下角做任务。当时我跟这个 YY 擦擦肩而过啊，擦肩而过，他往左边走，我往右边右下角走。然后我去右下角摆完骨灰盒，我往外面出来，出来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洗澡房里面躺了一具 YY 擦的鸡腿，好吧。谁在那个心电图室能看到的视野的人自己聊一下好吧，然后全程没看到过的人是这个六格和这个白菜妹妹好吧，还有唐一峰也没看到过，过了。先说一下为什么我笑好吧，因为前一秒就是大概十秒前吧，就我一直看到轰轰在那边看看那个心电图，然后那个是一直没跳杀，结果轰轰走了之后就跳杀了，而且他走的方向就是从左边走的，我这边要踩一下你好吧，你如果聊不清楚自己就是去哪里左下角有没有认情况下，你如果没有出那个门去左边没有任何人认你情况下，那你就是铁蓝的好吧，除非这个年糕自刀自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然后 Kiki 肯定认可我好人啊，因为我在心电图看的时候，那时候跳杀了之后他进来的，然后看了之后，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去往右上角去找，然后找到了就是找到了右上角，就我们一路右上角走到了门口，然后就跳的那个报警，就我全程基本上在这个轰轰在那个心电图的时候没死人，然后我紧接着我一直在那边看，看了过了五六七八秒左右吧，然后这个时候 Kiki 进来 ，Kiki 是从右上角进来，应该是从右他是从右边门进来，但是我不知道是从哪里进来的，右边门进来大概是从右上角吧，啊右上角没有尸体，那他应该是好的，好吧，然后 ，yeah 就这么多，好吧，这边清查一下轰轰，因为我的视角里面就是轰轰走了之后才跳杀的，前面一直没跳杀，所以说我有点怀疑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去杀人去了，过了。就是小新的发言，我听到的结果就是这个人是最后十秒钟左右才死的，是这意思吗？然后我也确实，我开局就看到轰轰在那个地图室地方待着，他没刀我。我估计那是因为我是弹射起步很早啊，他可能怕来人啊。然后整局很久都没有人死人，都没有死人，现在只死了一个。然后这刀不是 KK 说的，因为我在右上角见到他了，我俩单独在的。就我是狼，他也死了；他是狼，我也死了，好吧。然后我往左边走，因为我看到那个地图那个监控室灯是亮的。然后看到了谁呢？看到了朴老师，还有另外两个人，忘记是谁了啊。一会儿朴老师，肯定能说出来。然后不是这三个人到的，也不是 Kiki 到的，很清楚了，过了。啊，我说一下我这把行程啊，我这把巨硬绿皮小警官就站在金店房门口，好吧，进金店房那里站了好久，旁边来来回回有唐一峰、小新。然后我跟唐一峰一开始在热身枪看到过，因为我就是直接去看一下哪边人多哪边人少记一下，这样方便我直接聊。然后我看到右边去了很多人，然后我就去了心电图，然后我跟小新站在一块，然后站了很久，然后我出去了一次，小新你注意我的走位啊，我出去了一次，我看到监控的灯亮着，然后确定你不会死我就走了，我去陨石室打陨石了，我开始做我的任务了，因为我发现你一直在那里晃悠，那你想当医生我就直接走了好吧，然后我在陨石室打陨石好吧，我是从左边出去的，我根本就没在你们所说的那块位置好吧，我的信息就这么多，如果有人在因为我出陨石室的时候还有监控灯还是亮着的好吧，有人看到我的话聊一下好吧，监控那个过了。我这把全程到我发言吗？我这把一开始是先做了就是右上角下面也就是心电图室门口的那个有一个温度计的任务，然后温度计的任务做完以后，我就往这个监控室的方向走，因为我看监控室的灯是亮着的，然后在监控室看到了这个白菜妹妹，然后朴老师在后面站着，然后过了一会我就往右边这边走，因为我当时看到了琳达突然出现在了视野里面，然后又跑了，然后我就想着那边会不会有情况，我就跟朴老师一块是往右边走，中间碰到过唐一峰，然后往右上角走以后右上角啥也没有，然后准备做一个开关的任务还没叠好呢就报警了，那这把我能认的是白菜妹妹和朴老师，然后唐一峰能把我位置点出来的话应该也还行，过。我这把全程跟着朴老师啊，然后中途有就是遇到过若若，然后监控室里面我有看到小新，还有一个谁我没注意，我感觉小新应该也是好，就是应该也不是狼啊，然后
我分析不出来哪个是坏的，我只能告诉你们我路上遇到了谁，然后这把全程是跟着朴老师的。好了，我过了。我开局，我记得我没有家里，我是没有家里任务的，但是这个 YY 叉跟那个肉肉回去做家里任务了，我觉得有点奇怪，所以我就念了一下名字忘记关麦了。然后我就往右走遇到了这个唐一峰还有这个若若。若若只待了一下就走了，唐一峰跟我在右上角待了很久。然后因为我怕，因为我觉得就我没有家里任务，但若若回去做家里任务有点奇怪，所以我就一直抓着唐一峰的腿，等若若走了之后我才走的。然后我往下走去心跳室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心跳，那时候心跳是正常的，那时候就小心在我边上看着心跳，那时候心跳是没有红线的。然后看到没有红线之后，我去把心跳左边的那个刷卡任务做了，做完刷卡之后一看，哎，有红线了，小心我死保好吧，就我们两个人一起看的跳叉，小心我死保好吧。我觉得红是肯定是有问题的好吧，特别喜欢下去看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热成像什么东西的是吧，就那个位置特别特别有问题，我就觉得红肯定是问题很大的，我想挂红好吧，小心我死保。谈一峰问题不大，因为在右上角我们独处了很久。那白菜跟肉肉跟棒批三个人在左上角，那只能领导轰轰了嘛，那我觉得轰轰问题大一点，毕竟他往下走了是吧，过了。哎，不对啊，我在右上角，我看到你跟机关头，为什么你不提我呀，我在那里做了任务的，你把我忘了吗？我开始是去了右上角做的任务，然后我去往左边，我只看到了那个监控室门口，我就看到若若在那里呆着不动，我有点怕，然后我赶紧走了，因为我怕我进去我就没了。然后我就往下面那个武器库走，在那里做了任务之后，刚往右边走还没动呢就拍了，我的信息就这么多，中间我碰到了谁我也给忘了，反正碰到了你跟机关头，我在右边做那个最右边那个扫描的任务，你为什么不提我，这点很奇怪啊，你可能哎，我也不知道谁是归票位啊，听朴老师的吧，过了。啊，棒批发言。首先呢，棒批这把是全场最高身份，为什么？因为我跟这个白菜妹妹全程双面五零二加粘住，就终极之好人，可以终极质证，你知道吧？然后呢，棒批接下来的发言 very important， 怎么说 ？Easy game, easy win， 好吧？就是我跟白菜妹妹应该都看到了，这个 Linda 她跑到左边地震器那个地方从上面下来，然后呢他也没有进到地震器最里面，是从地震器那个地洞口下来，就我的视角卡住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钻出地洞了，但是这把又没有要修地震仪的任务，你去那个地方干什么呢？是去做学术研究吗？我不知啊，所以这把就把这么可爱，虽然你很可爱，但是我还是要把你摆开。 OK，啊，全票领导过了。我的遗言就是我的地图不熟，我是想进那个监控室的，我按着那个地图，我进到那个左边之后，我才发现我进错位置了，我是要进监控室的，是吧？我是好人的。博泰妹妹 ，Where are you？ 应该是单狼了，白菜那个琳达应该就是狼走的，不然狼不可能那么久不刀的，单狼局了。
拍的是这个左上角黄色的尸体啊，拍的是这个 Kiki 的这个尸体啊。那我小心白菜美眉年糕，我们四个人是在这个星链图室的，对吧？那就是轰轰弱弱 TYF 了，好吧？你们聊一下左上角，看一下谁去了。基本上很好判，大家信息对一对就出来了。过。其实上一回合已经锁定了这个轰轰了，且我上一回合干了件大事，我发现了腾讯会议的妙用，兄弟们，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场外啊？刚刚我把轰轰的摄像头放大了，就是轰轰点破坏的时候那个脸上的红光，你知道吧？你满脸都是红的，你知道吧？显示器亮度调低一点，轰轰，下次知道吧？啊，你显示器亮度调低一点，你跟他点什么呢？这满面红光，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任务你的脸能够这么红？啊，跟喝醉了一样都啊！我放大了再看，盯了你五分钟，来看我红红，我呀，自闭了，给孩子说郁闷了，完了，过了。上把其实这个轰轰，我就聊两个人嘛，一个是年糕，一个是轰轰嘛。然后这一把又是我们四个人在这个心电图室，就不先不说常不常怪，如果说这一把。没有这个场外的因素的话，我也会选择投这个轰轰的，因为他没办法了，聊不清楚了，知道吧？他上把其实已经聊得很炸了，怎么说话来？来说话来，算了，爆了吧，真的，一个人挺难的，过了。年糕铁狼啊！我靠，我满脸红光，我打陨石，你知道吗？我色盲模式电脑。那个鲜明度是百分，你知道 N 卡有个那个吗？ N 卡有一个控制面板，那个有个，那个就是鲜明数字震动，我是100，我打那个陨石就是红色的，你，哎，算了算了，挨了挨了挨了吧，挨了吧，节约了吧，节约时间了吧，怎么说？啊，过了过了。哇的很，亮度调低。我跟你说，我开的那个 table 就想进来把你门给你关，给你刀了。真的敬业，我直接跑了呀！我看到你在那个里面，我直接溜了，你知道吧？哎妈，啊、怎么说三狼吧，刘哥？可以啊，可以啊，三狼吧，三狼，三狼，三狼。Linda， 你是不是钻洞洞了？哎，你看我出来第一时间在笑，是因为我钻洞出来的时候看到你了，刘哥。Linda 钻洞洞了吗 ？Linda 钻洞洞了吗？没有，我钻了。我真不熟，我这地图真不熟。刘哥，最后我从地洞里钻出来，在你面前，你看到我了吗？没有没有，我眼睛老凤相配的，视野不一样。哎，还是老规矩哦，只能拍一次桌子啊。好。进进进进进进。这要重新进吗？还是？公平公平公平，代码代码代码。黑屏黑屏黑屏。The fuck？ 还有两个人没进，为什么这个六厘米他老是能进来？我操，因为他快。每天都有他，每天都有这个。玩小青看。啊，这个好像牛逼啊！手好快，这个人。实话，这个不能接。我们还有一个谁没进啊？我晕了。哎，你们怎么看到的 ？Hello， 谁没进 ？YY 叉 ，YY 叉 ，YY 叉。轰轰 ，sorry 啊，我真不会当狼。没事没事没事。这有啥的？他可以、okay. 啊，我们还可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看眼镜反光也可以看啊？不看呀，其实那个都是场外了，真的。场外了，场外了，那是不行的。真的离谱，对，真的。我为什么 always is a good person？ 先说一下这把规则好吧。三狼，然后呢，就是拍桌子只能拍一次哈，不管狼还是那个什么，嗯。Why am I always is a good person？ 就是拍桌子，就是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白菜妹妹小心，白菜妹妹小心。哦，这就逮到了。抱抱，喂，手快。喂喂，抱抱，牛逼，手快。我想钻洞，被我发现了啊！这个前脚已经钻到洞里了，又伸回来了，看到我是不是啊？行，不抱，敬业啊，年糕，全票打飞啊！我前脚刚看见红红啊，啊对，是红红啊！我前脚刚跟红红分开不到两秒钟，我打了个回马枪，我看他是不是真的在看地图，好吧？然后就看到年糕往那个左下角的洞里钻啊，他脚已经踏进去了，看到我就回来了，好吧？然后全票打飞啊！我不听你解释，我先投票啊！谁掰票谁是狼啊？现在场上三狼，谁掰票谁是狼啊？全票打飞年糕。太硬了，帮。邦邦硬之硬邦邦之硬邦邦之邦硬邦。尸体位置在哪？也不报一下。对对对，在那个热点，那肯定是年糕了。我跟你讲，弹射起步直接直冲心跳房，年糕在我屁股后面，我待在心跳没动，年糕下去了。啊，那通通死，那铁是年糕呀，那没什么好说的了，听年糕辩吧，好吧。我直冲的心跳室，然后我就待在心跳了，然后年糕下去了，然后我一打开心跳啊，死人了。只能是年糕了呀！啊，年糕，就开始你的表演，来说话来。我跟你讲，这波我没下去，好吧？我没下去，我是往左边走的，往左边出去，直接去了武器室，好吧？我看了一眼心电图，然后我直接往左边武器室走的。然后武器室走的时候，我刚出门，先看到轰轰，好吧？因为我跟轰轰是一起往左边走的。然后轰轰往下走了，我往左边出门了。然后这个时候，左边进来了一个唐一峰。然后我在那边回手掏了一下，唐一峰正好手起刀落，直接 Q 我二连点的报警，好吧？在我的视角里面，唐一峰，我跟你讲，这波直接给你送进你后面那个 ICU， 你知道吧？你看我的语速直接拉满了，不需要一点思考，直接把你抬走。你现在已经躺在病床上了，你知道吗？奄奄一息，直接送走，火化过。蓝色发言，蓝色是在心电图右边做那个调温度计的那个任务，然后我还看到了那个黄色也在做，然后就拍警报了，过了。谭一峰年糕两个人发言，我不知道他们两个我更相信谁啊，因为两个人都挺硬，但是谭一峰报警这个力度我可以信啊。然后我一开始是先插完钥匙往下走，然后我看一眼那个任务表，左边有一个连电线任务，就往左边走。然后这个时候视角里面有刘哥还有白菜，好像有白菜妹妹，然后这个时候是往下面走的，然后我就在那边上面做那个任务。这个时候后面我还隐隐约看到若若进来了，好吧，这是我全程的视角。谭一峰跟年糕那就很简单吧。白菜妹妹想听牛哥发言吧，牛哥归票也可以啊，过来。三郎啊，白菜小心，年糕。为什么这么讲啊？那个，年糕这把我也看到弹射起步往下面走了，然后 Kiki 也看到了，然后唐一峰直接拍案打年糕，我觉得有这么多人佐证的情况下，年糕是比定了啊。陈一仔是第一个跳出来捞这个捞年糕的，且开局。陈一仔跟白菜在那个就是做钥匙任务那个房间里面，一直两个人在那踱步，我感觉像是想双刀的样子，脑子吓得直接砰嚓往下面再跑。我觉得反正陈一仔着重观察一下吧，好吧。我心中的现在的狼位的话，年糕一匹狼，陈一仔第二匹狼，这把全票打飞年糕没什么问题。我也看到年糕弹射起步，而且年糕惯用就是弹射起步往下走，而且TYF 那个发言，我不得不说是邦邦硬之硬邦邦之硬邦硬之邦硬硬之硬邦邦硬，好吧，全票打飞年糕，白开过。我一开始是做了插线的任务，然后我是信朴老师是说的是个好，因为我当时看的是朴老师好像是第一个做插线的任务的，然后我做完我就走了，但是这个时候就发现朴老师还没下来，我就觉得事情有所不对，然后这个时候是谁下来了，然后我忘了是什么颜色下来了，反正就往下跑，而且已经过了好多秒了，我想回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一直跑到这里也没有尸体，我就放心了，我就跑回来，当时是有白菜小心朴老师吧，应该是有，但是我记得不太清，反正是有几个颜色的，然后我就往左边走了，这就是我的视角了，然后左边的话，左上角还有谁忘了，反正我准备进监控室看监控，但是还没来得及就直接报警了，过。我没什么信息啊，因为我就待在家门口了，家门口插了个钥匙，一堆人在那里跳探戈，然后我就在家门口那里旁边
就在那个右边连了一个连线的任务，那个走迷宫的任务，然后就拍了。我旁边什么人都没有，右上角应该是没人去吧，反正我就在那个右边，我没什么信息。那朴老师说冲年糕，那我冲年糕吧，过。这把朴老师有问题啊，我跟他一起走，然后我还在想呢，我跟他最起码这一轮对吧，这轮就倒了一个，然后他，我想着我跟他两个人在一起走的，然后最起码可以自证身份，是不是？我们路过，我记得的，我们有路过遇到有小新，我这把要做一个硬好人啊，虽然我只是个新手，但是我要做一个硬好人。我个人感觉朴老师是有问题的，他踩的人是有问题的。然后，我当时我还没来得及看我的任务，我就想着就是跟着朴老师先保着他，跟他互保，然后把任务做掉。然后他这里就直接就是说，明明就是两个人一起走，然后他这里就直接踩我不是好身份，然后也踩小新不是好身份，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好吧。然后这里这一轮我觉得应该是 TYF 和年糕，然后他们两个之间的轮次，然后我这里我不知道该归谁，过了吧。白菜投下票，这个票型很简单啊，我来说一下这个票型。我只死了两个人，只死了两个好人的情况下还有拍案来得及，好吧。你们很简单的呀，这不是三郎裸送了唐叶峰刘哥和那个 Kiki 仔，这不是三郎裸送了。 Kiki 仔可能不是狼，但是他从那个视角看到我下去，我怎么可能当着他面杀人啊，没这个逻辑啊。过了。这个案我肯定是要拍的，好吧，就不管怎么说，就这种局三郎局万一票错了怎么办，我感觉把这个唐一峰冲了吧，真的三郎局万一票错了怎么办，他碰他一人三刀那就没了呀，兄弟们就拉 PK 台，我觉得这个拍案是肯定是要拍的呀。啊，好吧，我觉得肯定要冲这个唐一峰的，因为我想了一下，确实您刚明明知道我在上面，他为什么敢下去刀人，确实这是有这个可能性在的。我觉得肯定这把肯定要是冲那个唐一峰的，好吧。 PK 局三郎局 PK 拉 PK 台的三郎局，我肯定是要冲这个人的，好吧，过了。不对啊，这把为什么你不聊一下自己的路线呢、啊、直接就过了那么久你才拍个会议，然后我记得我是跟YY 叉还有若若还有谁一起抱团的哦。然后我看到 Kiki 在那个左上角那个震荡器应该是做完任务了吧，但是那个震荡器是不是要两个人一起做才能做完的，我不记得去了，反正我就看到他一个人下来，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去那个家里面然后待了一会儿，我感觉大事不妙，我感觉我要被刀了，我就跟着若若跑了一会儿。哎，我没事事事就过了。哦，到我了是吗？我这轮还是我朴老师，然后小新，我们三个人一起走的。然后后面我到那个最图地图最顶上的那边去做任务了。然后当时我看到朴老师还在旁边，所以说这轮没有死人啊。哦，就是拍圆桌会议了是吗？
那我不知道该投谁呀、啊，我听一下后面的吧，听一下他们的意见。不是，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朴老师上把会踩我的原因，就是可能因为我跟这个白菜妹妹有共鸣，但我听不出来我哪里跟她有共鸣呀、啊。你上把那个发言完了之后呢，这一把就是我想说，我认你是好人情况下，对吧？你怀疑我跟这个白菜妹妹，然后我就一直跟着你啊，我就一直跟着你，希望你能认我一个身份。然后这一把基本上全程100%的时间，就除了那个右上角拍那个龙炉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你们都上去了右上角了，然后我想说去左边去修一下，然后中间回来的时候，然后就跟着朴老师全程跟着这个老师刘哥，然后完了之后我们一起去那个上面那个位置，这个时候就拍报警了。在我的视角里面 Kiki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着急去拍这个景啊，就是你这第一句发言我就觉得很有问题，就是什么万一票错了怎么办，人家上把谭一峰把这个年糕给踩出去的呀，而且没人捞他的呀，然后刘哥上把说我捞着年糕，我信谭一峰的发言，我说他拍这个景就是他拍这个尸体没有人看他面道情况下我是认他好的，然后你踩我，然后我就想说我希望你能够就是认可我这个好人的身份，然后我就这把全程跟着你好吧，这是我整个人的心路历程过了。那首先我先对话一下 Kiki 啊，首先要对话一下所有人了。首先这一轮唐一峰肯定是不能出的，首先你们看上把票型，上把票型唐一峰凭什么吃两票，唐一峰吃两票真的是两个渔民给唐一峰上的票吗？上一把谁上给唐一峰上的票你们自己说一下呗，对吧？上一把我觉得两个人给唐一峰上票的话就说明什么，说明两人有一个不票嘛，他们以票型说他们怕唐一峰吃到三票唐一峰就铁好人身份，年糕就想把唐一峰带走，不是这么简单吗？上一轮很简单，我就觉得 Kiki 这轮发言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 Kiki 你上一轮是说看到那个年糕弹射起步往下走的，我也确实看到了 TYF 在这样的情况下去点了一个就拍了一个尸体，且三狼的情况下狼刀一个拍尸体，这种操作本来就很傻逼，所以我觉得 TYF 就是好人啊，就这么简单呀，就这么一直呀。然后为什么说陈星仔，好，我跟你聊一下陈星仔为什么我说你是狼，很简单，第一你上一轮在 TYF 跟年糕的这个 battle 里面你的第一个发言是啊，我分不清他们谁是好人，我觉得以你陈星仔的悟性，如果你是个好人你不会分不清，好吧？所以我觉得这里是我第一个觉得你是狼人的点。第二点什么，第二个点是开局你跟白菜因为我觉得唐一峰是好人，因为我开局我得到了年糕的信息，所以我觉得唐一峰是好人的情况下你这么聊，我觉得你可能是个坏人。第二个点就是开局你跟白菜在这个管道这里来回踱步，我觉得你们像是想要双刀的样子，我通过这两个点说你可能像狼，但我没有把你打入死狼坑，只说在我心里你像是狼，好吧，我只是这么讲。然后这一轮 Kiki 拍案要说要出 TYF 我觉得很奇怪啊，如果是我归票的话，我觉得我大概率不会归 Kiki 吧，因为上一轮毕竟他是帮好人做了事情的，我觉得我这一轮可能如果我归的话还是归小型吧，我觉得小型和白菜里面要注意了。后面你们再聊呗，这一轮没有死人，只能依照上一把的这些东西来。这一把神鹰仔说跟着我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一轮没有死人，我可能还是要出小型过了。这把我跟 Linda 的心路历程是比较像的，一开始我们在拍桌那里，然后后来震荡器响了以后，我 Linda 还有谁啊，我们一块去的是左边的震荡器，当时 KK 就站在那里，然后我们进去修好了之后我们一出来他就没了，然后后面还有一波操作也很奇怪，往那个船长室跑，我不知道是谁带头跑的，但我记得黄色也有，也是在前面的，也是在前排的，然后就觉得好奇怪，跑下来以后我就不敢跟他们跑，然后我跟 Linda 单独跑了大概有反正得有5到10秒吧，一直到拍景，然后我觉得那段时间的话，反正我觉得 Linda 她的心路历程跟我比较像，我是能认她是个好，我觉得 KK 是不对劲，而且这把我上一把我觉得白菜其实在归票位的位置，然后他有点分票，他就是我们全部都在说打年糕的时候，然后他想着掰票想把这个票给朴老师，我觉得他有那种意图的，但是我不能拿这个打他，可能他是个新手所以才会有这种操作，但我觉得是要注意一下的。 OK 过。蓝色发言，蓝色这一局都一直跟着这个 Kiki 应该也是一个好人，因为上一轮我们两个是一起做的那个温度计，然后他也没杀我，然后这局我就认为他是个好人，我就一直跟着他，他可能是被冲昏了头脑，就是因为在我的视角里
年糕是肯定是一个铁狼走的，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投谁，你们说投谁就投谁，过了。到我发言了，然后朴老师归的小心，但其实我觉得这局好人收益最大的是弃票，因为年糕铁狼走的呀，这年糕几乎就相当于面刀了呀，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好人的话弃票更好一点，因为我确实也不知道这个小新跟那个白菜到底谁是狼，但是上局这个白菜的发言确实也不好，好吧？他是末之位归票发言，场上这么多人点年糕，他居然说不知道投谁，是不是？反正我建议是弃票啊，反正这人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投小新，一个是弃票，明白我意思吗？不。我应该要吃刀了。能不要充 TYF 呀、啊？两狼听了 Kiki 的发言，充了 TYF。Kiki 可能是个晕人 ，Kiki 应该是个晕人。Kiki 应该是个晕人，两狼听了发言，以为 Kiki 会充 TYF， 我会投，我就是弱弱吧，弱弱最后想了那么久。弱弱最后想了那么久才投的票，我觉得大概率是弱弱。弱弱小心双狼，他们现在走一起。上一轮他们想的是我投陈一仔 ，Kiki 投唐一峰，他们想跟着把唐一峰冲出去，所以弱弱想那么久才投票，对吧？唐一峰中弃票，应该是这样吧。死人了，红色，谁不在 ？Kiki 弱了。双刀角度，快跑！他们要双刀了。来来，看着我眼睛来，弱弱。哎，对不起，你没有眼睛。来，小心，来，小心，你看着我，来，小心。来 ，Kiki 弱弱，怎么回事？小心弱弱、啊，我无敌。来，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弱弱跟小心两个人走在一起，我。灯黑的时候我绕管道，我说下上一把我玩三狼局玩少了，我有点脑瘫了，我以为如果不出掉的话会裂开，我的问题，我是鱼米。然后这把什么情况？天黑的，我上把看票型，我往右上角绕管道去看那个心跳榜，刘哥无敌。心跳的时候那个白菜妹妹死了，白菜妹妹死之后我就往左边走了去找尸体，你们应该都看到好几个人看到往左边走了吧。往左边走之后这个小心弱弱两个人走在一起，当着我的面，哎，当着我的面，我真不是董卓，我真他妈是曹操。反正当时我的面招了个人啊，我是真曹操，我太小弱弱太聪明了，没什么好说的，兄弟们，直接把弱弱冲了，好吧，直接把弱弱冲了，过了过了。蓝色发言，蓝色这一局都跟着唐一峰，我们两个，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铁好人，然后 Kiki 我也认为是一个好人，所以 Kiki 说的话我也都信，因为。还是那个第一局我在那个上把月弱弱投票是投的做温度计的任务的时候他没有杀我，然后第二局一直跟着他然后 TYF, 但是我也搞不懂他为什么要拍，他也自己说了他自己，所以他们双狼会投 TYF。 那我就跟着看看 谁我的票是挂在小心他们也知道，所以他们会想这么久，那就等着唐元峰归票，他们想做 TYF 就这么简单，这直接投弱弱呀，直接投了得了，不用听他的发言。然后
蓝色全程跟着我 KK， 然后拍的警报呀，我真就让他刀出三刀来，我就没想，我感觉也就刀顶多刀两个，刀有点快啊，这三十秒都刀出来了。过了过过，投肉肉。都不听发言就投票，那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唉，投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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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结束，牛逼。不是你们不抱团走在干鸡巴嘞，做任务去了，猪子做任务，任务猪。肯定想赢呀、啊！现在这个局势好人不是我赢，这个局势好人三七开，啊，赢了赢了！哎，我想问问有没有拍桌？没有拍、啊，没有拍了，没有、哦、没有吧？没有七七 七、哦，我以为还有呢，我以为还有呢。全做了，能不能抱团做任务呀，好人们？抱团做任务，陈一仔没辙了。三个人稳的一击，交牌了呀，你妈他们三个这么抱着走，陈星仔。
你们记得死人做下任务呀。死人做一下任务啊。现在应该要关这个门了，没不关。嗯，哎，陈行长，你累不累、啊？哎，你们三个人没有右下角的任务吗？累不累呀、啊？陈行长，累不累呀、啊？你好能忍啊！我跟你们说啊，就是如果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他如果黑灯了，可以不去修的，咱就是愣做任务就行了。我一龙二凤。怎么不刀呀？没想到，没想到我会回来吧？一踩二，家里面发现的尸体，我一个人踩两个，好吧？我很硬。洛洛尸体在家里面，然后左边连完线任务之后，大家一起往下走，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我往下面走之后，我又回头了，我回头看到刘哥还有 Kiki 两个人在那边刀了这个洛洛 ，Kiki 在旁边不抱尸体，刘哥刀完人走往下走，没来得及被我回头杀了，我一踩二，一踩二。刘哥是归票位好吧，我一个人踩两个够硬吧。嗯，我想想看，他必先，哎，先投刘哥，先投 Kiki 都可以好吧。然后这个位置任何人改我归票的话，直接打成第三只狼好吧，直接打第三只狼，家里面的尸体，哇，很硬。蓝色发言，蓝色出去往右边去，刚到实验室门口就拍了。我就是跟着你们后面谁归票，我就投谁过了。嗯，我信小新啊，为什么？因为朴老师在那个左上角那个任务站了得有半个小时吧，都没做完，是不是？然后旁边是弱的挂机，嗯，过了。我跟那个YY 叉两个人，我跟他两个人都在那个就是连信号的那边在做任务，然后我跟他是站一起的，然后没有其他的信息，过了。哦，到我了。我看到那里一堆人在那里来回晃，我也跟着他在来回晃。我还以为，我边上有一个小新跟唐一峰，然后我在那晃了一下，我就拍就被拍了，没信息了。这把，哎，我看我后面是谁？这把看后面怎么出吧。过了。好、哦。哎，算了，不搞花的了，玩我有点信小新的好吧。本来想说不信小心，想听刘哥和 Kiki 说的，毕竟他们有两个人在嘛。反正你们两个人都在现场，你们三个人里面必有一个人是动了手的，好吧？你们两个怎么聊嘛？小心没团队，现在好吧？给你们个信息，小心没团队，你们两个可以报个团，直接把小心打入狼坑啊。信息就这么多，过了。不然先出刘哥。为什么？因为我开局弹射起步右上角，然后在里面点了个地震，点完地震之后出来，然后看到了 YY 叉跟白菜两个人往右边进，然后我正在往右边往左出，然后就看到他们两个人要拍的警报，巨快！而且刚刚小新发言的时候，刘哥好像有点憋笑，讲实话，好吧，观察了一下微表情，刘哥憋不住了，爆了吧，刘哥，爆了吧，刘哥已经喜笑颜开了，别吃了呀，刘哥。过了，
到我了吗？是，小心你站，你去踩刘哥，我能理解你踩我干什么？我又没在上面。开局我直接往下走了，然后看到一群人在门口那边回荡回荡回荡，你也在门口回荡回荡回荡，然后突然你就往上走了，你就拍了，然后你让我搞不懂好吧？我觉得出棒咪是可以的，因为我确实有看到棒咪在那边做钥匙任务，我记得我没有那个任务，那棒咪那边做钥匙任务，我就觉得挺奇怪的，然后我就往下走了。一群人在家门口游荡，小心上来踩我是不懂的好吧，我就觉得挺奇怪的。然后游荡的沉浸展就往上走了，往上走他就拍尸体了，所以我应该信沉浸展，但是你踩我理解不了好吧，你踩我是真理解不了，过了。啊，到棒皮发言啊，棒皮的发言很关键啊。首先我对话一下年糕啊，为什么我会笑啊，就是因为我在想，哦，你们这个局原来玩的已经这么花了呀。我这把开局就是，首先我先说一下 Kiki 撒谎了，这把我做的不是这个钥匙的任务，我做的是这个飞机的任务。我一共飞，我在那飞，就飞到第三节的时候一直飞不上去，所以为什么我做那个任务做了很久，这个就是我的心路历程。然后我说一下这把我做不成狼的原因。如果我是狼，首先上面是，那个仓是在那个。是在出生舱对吧？出生舱，那我们在场有谁？有我、小新、若若加 Kiki。如果陈一仔打我，跟 Kiki 是双狼，陈一仔已经倒下了，双狼双刀就这么 easy。所以我做不成你这狼牌，这是一个铁逻辑，这是一个最硬最硬的逻辑。因为陈一仔的发言是什么？他是先下去，然后再上来。你下去上来，如果是两狼在那里，是不是两刀？你是不是已经死了？所以我是一张好人牌，就这么简单，并且且。Kiki 在当时的发言里面，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看到了，我是做的是飞机任务，而不是做的是钥匙任务，所以 Kiki 修改了我发言。我的笑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什么这个局陈一仔可以来打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觉得在我的视角里 ，Kiki 跟陈一仔里面必出一狼，因为陈一仔来踩了我，所以我觉得陈一仔应该是这匹狼。然后 Kiki 发言撒谎篡改了我的行为，我觉得 Kiki 大概率也是一张狼。好吧，这是我给大家说的观点，我是一张好人牌，我是不认出的。如果要出 Kiki 和陈金仔，其中必须有一个人走在我的前面，我才同意出。这把我归票，全票归陈金仔过。好，再说一下那个棒皮好人走了。不是呀，这把雪崩呀，没办法，我只能这么讲了，没办法，那个位置太难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妹子不搭他，我接受不了。我看到下面有一个狼队友在下面，我才刀的弱弱，因为好人们都出去了，那个位置刀的话大概就能拖到第二个 CD 风干位，那个是一个直接下一把吧。这个票型已经很明显的呀，三狼怪我票了呀。刘哥其实在 Kiki 的视角里面都没聊到刘哥你知道吧，他都说自己不在上面了，结果刘哥聊了一句 Kiki 就在下面，不是就炸了吗？直接出 Kiki 下一个狼再找吧，好吧，我们加怪钱过了。没有，就是拍，这个可以拍一次。他之前那次是拍的尸体，这次是拍的爱。陈仔跑的是真鸡巴快，烦死了！妈的，跑那么干什么？长那么小短腿，跑这么快，真是烦死我了！哎呀，好生气啊！
那我来看看，让我看看我们的小领导怎么玩的，在这种局势下，看她是一个坏女人还是一个好女人。没开麦，也没开麦，也没开麦，可没开麦。啊，我的气势没有了。唐一峰面到啊，他刚开始是跟着小新一起走的，在心电图室，尸体在心电图室啊。他跟着小新一起进去，然后呢，他出来了，小新的鸡腿就在那儿，他以为我走了，其实我回头了。全票是吧？全票把机关头给我掰开，过来。好硬。那你们两个上 PK 台吧，然后听唐一峰嘛，听他怎么说嘛，好吧？他反正我听 YY 杀鬼票，好吧？出谁都行，反正等会儿反正在第二位胜出嘛，好吧？过了。这不是笨女人，你知不知道有人在摄像头？你知道有人在监控室？啊，你招人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啊？这批小狼人啊，就离谱，挺离谱的。说实话，你知道有人在看监控吗？说实话，我监控室没看到谁看的声音的啊。有一说一啊，就看到这两个人，反正都是跟着小新的，这两个人都是跟着小新的，你知道吗？挺离谱的。我说实话，我打开摄像头第一个镜头弹到了右上角，这个白菜妹没在那边做任务，连个迷宫。然后轰轰在第二个镜头，轰轰在那个打卡室门口摁温度计。然后我就没看了，我就往左下角走，左下角走，这个 YY 叉看了我一眼也没干我，啊，好兄弟来的。那只剩这两个人了呀，两个人二出一。小攻击点到谁我就选谁，出唐一峰吧，唐一峰要进去住院的，过。就听他们俩 PK 吧，我觉得就是投，就算投错了，我觉得也能顺出，反正就他们两个的轮次过来。下步要蓝色发言，三个才能赢。我觉得应该出小琳达，因为他刚才说看监控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微表情，他笑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好人先出女生，然后下一个再出男生，一点都不gentleman，gentleman怎么能先出女生呢？到我发言了，嗯，我觉得琳达说的对，好像真的是我刀的啊，就我又忽然有点失忆了，嗯，对，好像就是我刀的，我越想越觉得是我刀的啊，嗯，投我，我自己投我自己票啊，让妹妹再玩一轮，好吧。Gentleman， 这样的话，这种人再把唐一峰出了，只用刀两刀，还有赢面了。哈，我刀了，我把唐一峰砍了呀！为什么真的还有人投我一票啊？啊！他投的呀，他投的呀，他投的呀，他投的呀。
我以为真有人吸是我刀的。我跟你说，我跟这个小新有一点距离，我刚想走去照他，他直接一个折返，直接就拍了尸体，我人都傻了，刘哥。哎呀，我的，不是我们别是有两个人，跑太快了。我刚想到他直接折返，我人都看傻了，我都要崩溃了。妹妹裂开，感觉妹妹应该被弹幕逼逼了才来跟我解释。你们别他妈去逼逼别人妹子啊！你们他妈的！绿色发言，绿色是在在哪儿？在那个配电房外面那个连线的地方，发现了两具尸体，就是这个年糕跟白菜妹妹的尸体。然后我是一直在实验室里，然后我忘了我旁边都有谁了，因为是在修灯，因为中间有很多很多很多人，我要去修灯的时候，然后拍的这个尸体过了。谁从左边过来的？连电线的位置吗？我一开始好像是起步在那个下面，然后我印象中我有记得这个年糕和白菜妹妹还有一个是谁我给忘记了，然后他们是往下面走了。这个时候呢，我记完人之后，然后右边有好多人过去，但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印象中是有他们几个在那个连电线的位置，所以说 YYX 应该是没有说谎的。然后在我视角里面 ，YYX 这个节点去报这个警，他的身份应该是 OK 的。然后我先说一下我做了什么弄好吧。我这一把的话是在那个油桶里面倒完油桶之后，哎，我他妈憋不下去了，我操，不了，我炸了。哎，我他妈说他妈油桶个狗巴，日你妈呗，炸了。就这心理素质，就这。就这，没得憋了呀！他妈的，吐了！瓦夫。我记得刚双刀，然后右边都有朴老师、轰轰、琳达、唐一峰，还有这个 YX 也在，然后只有黑色和这个黄色不在，然后他们俩双刀的，我记得我聪明带来的，相信我，你们肯定也知道你们刚才右上角吧，相信我，我好硬过。不是黑灯瞎火的，你弱弱你咋能看这么多呢？你不是黑灯瞎火的，我的伸手都不见五指，你咋能看这么多呢？然后就相信我硬，就完事儿了，就把这大 KK 大，这么大一姑娘给出了。我得听听 K 大发言，如果 K 大发言好，我就把你弄。好吧，我黑灯瞎火啥也瞅不见，你这儿瞅的啥都能瞅见，我觉得有点问题。如果 K 大发言好，我就把你给冲了；如果发言不好，我就把他给冲了，我就来回冲过来。轰轰发言啊，轰轰发言，刘哥，我先对话你一下。他好像真的会玩了，他好像真的聪明了一点今天。因为我说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就他可能不是看见，他可能是记住，你知道吗？因为我上一本来这一把我想拍桌子的，我很想问你们。我是在心电图的绿皮小医生，好吧，我这把贼硬，巨硬，我比他绝对比他还硬，因为我是看了双刀之后我出去的，看到第一个人是小新，他站在那个你们从右边出来那个第一道门的那个通道那个下面站着，就假山上面站着，然后你们那个门一打开，你们右边出来了好多人，然后当时我就觉得不是你们右边出的人了，出的事了，然后我就往左边走，所以我觉得他变聪明了，是因为他真的记住了右边有哪些人，所以我这一把可能会站到他这边，好吧，我是绿皮小医生，然后你们还有人第一轮很多人在右边的，
如果他妈出去的时候灯都黑了，你凭什么看见呀？好吧，因为确实你们右边好多人，你们绝对能聊出来的，就是右边有多少人在那边，好吧？因为是门打开的时候，那时候放闸，开门放闸，突然冲出来好多人，从右边出来的。他妈门冲出来，从右边冲出来的时候都黑灯的，他从心电图上来，他凭什么看得见你啊？我就想问你们右边有哪些人就行了，好吧？过了。Excuse me about my question。我小新出的那一把，我确实是在右边，我看到弱弱的，哎，旁边还有谁？我不记得了。这把再说一下这一把吧，这一把是我去那个修电的时候看到有朴老师，然后哎也好多人，我不知道出谁了，我稀里糊涂，看后面归票吧，过来过来。绿色发言，绿色是在右边看到了刘哥，然后其余的我就忘了。然后黑灯了，我想去修电，修着修着，然后看他们那个正好下面有一个警报，那个东西亮了，然后就下去看到了那个尸体了，过了。若若说的每一个人我都记得，但是我不记得没有若若了，好吧？我只记得有一点，就是黑灯了之后嘛。我是在右上角做任务，然后我是往外走，往外走的时候我记得是 Linda 在里面往里面走了，然后我往外走，在那个右上角那个门口遇到了一堆人，好吧，黑暗中遇到了这个小新，我上来想踩他来着，他结果他自爆了，然后晃着的途中呢，我记得好像也有这个弱弱，就是晃着的时候在那个门口看到了弱弱，然后其他呢不记得了。也确实我好像没看过黄色，那我先听听黄色好吧，过了。那你们没看到我没办法，我确实不在右边，但是琳达你想一下，开局我们两个一起出的门是吧，琳达我们开局两个一起出的门，我直接往左边走去了，然后你往右边走了，你回忆一下，然后小金往下走了，之后我就在左下角做任务了，我去左上角做了个连线，之后就去左下角任务做任务了，登天之前我被关在左下角里面了，我晃了一圈没人，我想说没事，关着门应该没事，我就继续做任务了，做，然后灯黑了，我刚打开上面的门想去开修灯，然后就拍暗了，就你们不觉得这个尸体死了这么久他上来拍我一个在左下的人就挺奇怪的嘛，这个弱弱就这么急着拍我干什么呢，我确实不在右下角，那没办法呀，我这一个人在左下角做任务呀，我被关在左下角了，所有的门都关着，灯黑之后我想上去修灯了就被拍了，就琳达你回忆一下好吧，回忆一下，就真的回忆一下，唉，我不知道怎么去聊了，确实我一个单走位我没办法，我确实没办法，但是弱弱这么着急跳出来打我，我是想不明白的好吧，我想出弱弱的，就你们也死人死应该死很久了，因为灯黑有一段时间了，我做完任务才去上去灯了，灯黑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哪怕是刀完人再上去右上角他拉电线的地方应该离右上角不是很远好吧，不是很远，可能还有就但凡拉完那个杀完人在那里再去右上角找你们，时间是够的好吧，时间是肯定是够的，不可能不够，灯黑了这么长时间，我做了两个任务才上去修拉那个修灯，不可能不可能说右上角一定是没有嫌疑的好吧，你们自己回来 Where is my stick 好了过了压下去，那我没办法，你票门票我嘛，那没办法呀，我确实在左下的单走，但是灯黑那么长时间，我不懂为什么说会说会出到我身上去啊，灯黑这么长时间我一个单走我也不懂为什么出到我身上去，就你们右上角肯定会出两狼的好吧，右上角肯定会出两狼的，双狼双刀的局右上角肯定还要再出两狼的，灯黑那么长时间右上角那么多人，不可能说你们右上角全都没问题的好吧，过了。
My name is Bumpy. What is Bumpy? Is good P. That is Bum. Bum. What is Bum? Bum is good. P. What is P? P D D is P. Bumpy is good. Hey, 我不知道呀。我一直跟着弱弱跟轰轰，我生怕我们三个人死了。你不知道灯黑的时候，我们三个人一左一右，一左一右，一左一右。然后呢，我看到很多人聚在一起了，然后我就鼠标点着那个喇叭，疯狂点，疯狂点，疯狂点。我不知道拍了谁的尸体，紫色吗？反正，哎，投我，投我，投我，我受不了了。不是我操！你为什么要点那个尸体第一把？为什么？我主要是我后面跟了一大堆人啊。What's my name？ 不是我，如果不点那个尸体，我后面跟了一票人啊。差一点点，难受呀 ！Y Y 叉，难受呀 ！Y Y 叉。我真的，说实话 ，Y Y 叉太难受了呀。不是，不是，你知道吗？这把的狼队叫什么？叫他妈琉璃厂五区第二狼队，全是玻璃心，你妈心理素质太差了呀！你们，哎，若若今天真的有进步，你怎么记性这么好了？突然，我就站门口，我就站在那里。你怎么对他这么关注呀，红红？不是你，他昨天说他爱我了。哎，你是个铁柱啊！哦，这把打完开箱子，这把打完开箱子。我操！有人掉线，直接退了。有人掉线了，退了。对对对对对，哎，我掉了。你妈年糕币摁带啊！我操！我妈，人家有进步啊。没有呀。哎，蓝直接不像你妈出来口出口成章，人家妈。再玩一把开箱，再玩一把。你去找他。我没骂过人。刚刚上一把第三匹狼是谁啊？是 Kiki。没骂人呀。Kiki 啊 ，Kiki 啊 ，Kiki 啊。还是那个房间。哦哦哦。不是上一把我正。刀完人之后，我一出去开门，我看三个人站着呢。那个若若应该看到我尸体了吧？我看你左边好像看见了。对，我看见了，我看门锁着，我看了一眼。对，你知道最搞笑的是什么吗？是灯修好了之后，灯一亮出来就看到你从那个电房里出来，你知道吗？鱼。陈一展吃醋了吗？陈一展，陈一展怎么吃醋了？为什么吃醋了？跟小医生说差不多吗？啊，是血血熊吗？别按怪我节奏呀！陈一展吃醋了吗？什么情况？刘哥你没进，刘哥。OK。我吃啥醋呀？没有，我的弹幕在这说你吃醋了，没事吧，陈一展？莫名其妙。没事吧？我晕了。你没事，没关系吧，陈一展？我晕了，我晕了。你他妈不会是个狼吧，妹妹？哦，我看到琳达面刀，因为我第二次上去的时候，我看两个人血妈暗恋我，然后我就假装走了，已经是第二次了，当着人的面直接刀我，面刀过了，已经是他妈第二次当着人的面这么刀我，我是直接开局往左边跑，血他妈暗恋，然后看到了陈一展和年糕，然后我现在我报警之前的位置是在大树那里过，什么都不知道，直接听了 YY 叉的，直接投了，哎，走这么快吗？喂，我是投谁呀？哦，不是啊，谭一峰说话，谭一峰说话呀，怎么就跳票开了？那你们这么多投票了，你们是不是都看见了？那我也投了呗，我投了。投谁呀？投谁呀？有没有人告诉我一下投谁呀？我就跟着年糕呀。哎，不听人说话就投了吗？我在家里面挂机呀。哎，没到你发言，等等。挂了，阿爸，我白帅还没说完话。可以，我说了吧。到 Kiki。我说了呀，阿爸。看我了吗？啊啊！到你了，到你。
我在家里面挂机呀、啊，我出去就窝了个尿，我回来就看到有人拍鸡腿了，自导自拍好吧，过来。不讲道理呀、啊！什么情况呀、啊、？YY 叉说Linda面刀吗？然后 Linda 说他窝了尿回来，什么意思呀、啊？然后这个唐一峰投的巨他妈快，我说实话，你们如果票没投的话，我都想把这唐一峰冲了。这唐一峰他妈铁的不能再铁的狼了，乱投。明彩是狼呀！我都没听完发言你就投了，你这是他妈不是有身份的人吗？你都知道他妈他肯定不是狼，或者说你知道他是狼。哦，坏了，我感觉我们这把应该要输了。刘哥这个尸体，但 YY 叉应该是好的吧？除非 YY 啊，不知道，真不知道了。年糕 YY 叉轰，所以在每次有一个语气词，他就必出蓝的。我跟你说，必他妈出蓝，投这么的快。啊不知道，投吧，过了。你在阿里妈的有有原因的，你知道吗？真有原因。我刚刚就是在拍景的那一瞬间，我屏幕切回来，这小琳达还在笑，你知道吗？狂笑，然后就在0.5秒钟的时间，他调整了他的面部表情，你知道吗？就是那种 就这样子的，你知道吧？就很夸张，你知道吗？我不投他投谁啊？后来他直接摁气跳井，我直接就一票单挂了。当时我、你还有白菜，还有若若，我们都在左边，若在左上角，然后我们三个在左上角，站在右边。然后我切出来，你知道我那个 Alt 加 Table 摁的有多快吗？砰嚓一下就出来了，出来就看到这个 Linda 在笑，边笑还在边情绪管理，你知道吧？然后突然。一到 YY 叉说第一个字的时候，他开始不笑了。那我肯定投他呀！这表情管理失败的亚皮过。这算场外，这算场外。这年糕菜，这年糕装高手，这全是场外。没玩过正统狼人杀。这个场外的神年糕，场外的神罗永浩。视频就是算场外啊，面杀去聊别人这个脸部信息，这也算场外啊。你们玩过正统狼人杀的就会知道，聊这种信息都算是场外啊。开视频就是看每个人的发言状态。尸体在麦博士，你可以通过他的这些东西去判断他是不是狼，但你不能把这些东西作为你的判断讲出来。刚开始我以为他要，你懂吗？他要宰我。你不能，你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在自己心里面去判断他，没有，但你不能通过这个东西把它讲出来。回来之后我看他做了一个那个验气水的那个任务，别问我为什么。所以说这把我看死了。来 ，Inman。死了两个，终极元老上把这个琳达是铁狼走的，现在还场上有两个狼，然后你们说一下你们都在哪儿吧，这把就保这个 TT 过了。我觉得是唐一峰啊，小新临走之前的发言我就觉得挺重要的，他上把他自己不知道什么身份，他直接就硬投了，他又不像年糕，他是有发言的。然后这一把我是本来是在左上角，然后往下面跑的时候看到大树那里有两个人，一个年糕，还有一个是谁我忘了，是唐一峰吗？我忘了。我这小新要是不死我想投他了呀。这小新发言，我为什么投这么快？你看年糕啊，上来是三个人投票对吧，我忘记有谁了，但肯定有个年糕，还有个报警人啊，报警人啊加年糕，年糕投这么快对不对？那报警人他投得快情有可原，那年糕投那必须有信息啊，那我跟着投就完了呗。我你要出，你就我觉得你要先吃年糕呀，对吧？你先投票都是坏人嘛，
那上来那个琳达铁狼走的呀，这里只有双刀，是不是双刀？今天外狼人杀的成果真不服，好吧？对啊，双刀呀。今天外狼人杀，说实话，对不对？这要是三刀在场已经结束了呀。这琳达铁狼走的，我投琳达有错吗？没有，没有接外。改点我，离谱。没有我的纯真浪漫。嗯，这是我左下角看到的年糕跟另外一个人，然后忘记了。忘记谁？一会年糕自己说吧。然后 我做了个任务之后，正往右边走，看了一地图，右上角两个人，左下角两个人，对，左下角两个人。然后去看了一眼心跳，这个心跳，这个人死，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死了，好吧，已经死了这个人。然后大概过了不到三秒钟就拍了，好吧，很快。但我不确定这是什么时候死的，懂我意思吗？我不确定什么时候死的。初代目就是我不确定我看的初代目真正的神是谁，你们知道？肯定是不到三秒钟。90%人不知道。就拍了，在这装老狼人杀。哦，过了。丁压之前是谁？有人知道吗？我这轮我是跟着年糕，然后中途有看到一下唐一峰，然后YYX上来说他看到了 Kiki， 那他们两个是一起的，我和年糕是一起的，那就剩唐一峰和若若两个人是他们两个现在是对立关系，那两个其中至少出一狼吧。然后上一轮是双刀，我觉得这一轮若若的发言不够硬啊，因为他前面看我看他发言都是那种帮硬帮硬的，但是这一轮就特别简短，然后就过了。我这轮我是想投若若的，过了。这轮我肯定是死保 YX 的，因为我们两个全程两个人就是绑票在右上角，然后呢我做完金水任务之后想出去，因为右上角任务做完了，做完金水任务出去之后就看到这个尸体就死在他妈，对不起，死在实验室第二格那个隔间的过道里，懂吗？外差肯定是没时间的，我们两个前脚后脚。那我感觉唐一峰的发言有一点就是过于想要证明自己，你知道吗？你懂那个意思吗？想要过于想证明自己。然后那个白菜如果是狼的话，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去爆出自己跟年糕就是全程抱团这种情况，而且那个尸体就一个，不是双刀，我感觉可能是单走的狼刀的，你知道吗？可能是单走狼刀的，所以我偏向唐一峰的可能性大一点，好吧，过了。不是啊，这还盘什么 ？YY 差把你保了，我保白菜，那场上不是剩下两狼，就若若跟这个唐一峰了吗？我跟你们讲，为什么小琳达是个铁狼走的？就我不去聊那个场外的点，他那个发言是什么？别人说他去上厕所了啊，别人说看到他面刀，他抱一个上厕所，那他不出局谁出局啊？没道理的呀。你能爆出你这种上厕所的信息，你给不出任何信息，这发言都要出局的呀。讲道理是这个逻辑吧？而且这一回合就巨简单了。YYX从第一轮报警到第二轮报警，他保了你 Kiki 第二轮，那我这一轮保白菜，那这一轮是不是只有唐一峰和若若是双狼？是不是只有这个点了？先把唐一峰出了，好吧，我这归票位过了。一眼啊，刀一个结束了啊，等着挨刀吧，兄弟们，刀一个就赢了啊。
没什么好说的了呀，肉肉。拜拜。哇，刀真快，我操，刀是真的快。怎么说？我每次开箱子去了，宝贝们。谁杀的我？耶耶耶，可以可以，都可以。可以开箱子去了，开箱子去了。走吧走吧走吧，那散了，那散了呗。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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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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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三百个，我们怎么算？我们怎么入股？陈仔入100个。耶、yeah ！还有谁入的吗？我歪叉呀！我歪叉入吗？我歪叉的呢？我入100个。入吗，宝贝？我们三个呀。啊，我入100个。可入可不入。不是，房管要干活呀，房管。哎、等一下，我们。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能。我们到下面来吧。来，怎么说？那就我们三兄弟嘛，好吧。啊啊啊！我这波必带你们血妈发财，信不？可以。我等一下，我先上号。你确定要以那种模式吗？就是下一个30个，对对对，那个什么来的？对。那入。行。行。我今天已经吐了一点 K 了。我小赢四波。我也吐了一 K。我小赢四波。吐了一 K。我吐了一 K。三百个箱子，按理说的话，一斤是绝对有的，对吧？出了我们三个人分，对吧？对，我们三个人分。嗯、风险不的，风险不是按批次，不是按批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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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批次。就我们是批次成。对，我们是终极幸运大转盘。就是比如说下30个是陈一仔的货，下30个是刘某的货，下30个是007的货，就这样的，知道吧？那行，不是那如果兄弟们出货了，能不能就是就分点汤喝？100个能不能就是咱不用分汤喝，就借我玩两天。到时候商量吧，商量吧，可以生意可以谈吧。记着给我个那个令牌码，记着。好的，好的，好的。好。YJJ 1000个美金吗？我不信的，我们300个必出。哎，怎么说？那个先，我们来点场外好吧？那个300个陈一仔，你赌出金吧。必出，铁出呀！可以，300个都出不了，你是多没逼？陈毅在赌铁出，我赌铁不出，就赌100个箱子，好吧？你自己不是你自己都赌自己出不了的吗？不是呀，就是场外玩一玩嘛。你觉得？你觉得？那我们不入了，那我们不入了。好，来。那赶走股东，你要是200个说自己不出，我还能接一接，对吧？100个说实话，真不好说的。什么歪姐姐在直播间把这个逼来偷窥了？这个刁人！哎。用国际服还是国服容易出货一点？说实话，这么玄学的话，我那个时候出那个潘多拉的时候是那个国际服，那就国际服了。入，你要出国际服的代码，好吧？给你个信息。这么痛苦吗？入一百个箱子是多少个 W？ 请问一下。应该我算一下。哎，现在这些道具的 total 是多少啊？记着。打折应该会便宜一点吧？对，我问一下，我这里在初始化执行 Microsoft Director X for Windows
and he's 卡住了在这里，怎么办？啊，等一下，加速器关了吗？关了，关个加速器。就是我们三百个箱子加三百个箱子多少钱？来了，谢谢 YJJ 泡泡送出的火箭。YJ 怎么说？入不入 ？YJ 要不入一百个？我们四百个，怎么说 ？YJ 再入一百个，四百个。哇，这啥呀？还必须要绑定，这他妈怎么绑定呀？输入个代码给你，好吧？公屏这个代码，如果说你不用弄这个呀，你直接弄个国际服的这个 worldwide， 然后把它弄到设置里面选项里面打开就行了。OK。就在属性里面是吧？对，设置里面。没有设置这个吗？通用，通用。哦，看到了，高级选项对吧？哦。OK。启动选项里面高级那个 ，OK， 冰格，我们这个入股，刘哥，我们这个入股是怎么说呢？就是这样，就是大家评分。就我，你们想评分还是说想，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选嘛，每人五十个、哎。刘哥，我跟你说，三十个一组一组的这样子卖，你懂我意思吗？啊，那做个一组一组。不是啊，你们这样跟自己还没什么区别。